照2023年度咧香港辯論書法聯賽嘅第五回合賽事。今日嘅辯題咧係國際足協在2026年世界盃決賽周由32隊擴編至48隊，利大於弊。對賽雙方為正方德蘭進行。坐在我隔離的是計時員，來自反方的蘇俊明同學。現在由我介紹雙方的辯員。正方主辯為劉思琪同學，第一副辯梁欣欣同學，第二副辯陳思文同學，副辯楊可兒同學。反方主辯為黎國聰同學，第一副辯蔡樂思同學，第二副辯蘇卓賢同學，第二辯余俊成同學。咁我哋好高興咧，就請到三位評判咧，就為今日嘅賽事評分。稍等下，好嘅。首先是香港樹人大學中文辯論隊前隊員錢偉琪。香港大學粵語辯論隊主員姚家輝先生。佛瑞女書院中文辯論隊負責老師莊建新老師。本場比賽分主辯、公辯一副、二副、自由辯論和結辯六個環節，發言時間是4334，公辯則為雙方各每方兩分鐘，自由辯論則為每方三分鐘。每次發言時間結束前30秒有叮一響的提示，夠鐘則有叮兩響提示，超時15秒則會連叮幾下。詳細的賽規已發布予各參賽後，如果比賽期間出現任何問題，我同計時員會暫停比賽，交由三位評判即場作出裁決。請問在場各位有沒有任何問題呢？如果沒有的話，現在我們會先請正方主辯發言，你有4分鐘的發言時間。足球請他接近8年，況且之下更加可以增加
助，以資助屬本國家發展嘅前進教育計劃為例，破天之後資助金額足足上升咗29%，四十八隊賽制之下獎金更多，獲得獎金嘅隊伍更多。請問國家隊多咗經費，係咪反而會令球會發展更加困難呢？第二，增加參與度，推廣足球運動。世界盃中就係推廣足球運動。國際足協主席范提洛都指出，而家嘅世界盃並非真正嘅世界盃，即係屬於頂尖球隊嘅蓋杯賽，其他球隊參與嘅機會好少。睇翻數字，原來國際足協目前211個會員國當中，有足足133個從未參與過世界盃會內賽，但由2026年世界盃開始，擴編至48隊，就有更加多國家隊有機會參與世界盃，令足球運動喺國內同國際上更加普及。國際足協足球發展部主任阿斯威爵都指出，更多國家隊有機會走向世界舞台，將會為國內嘅足球發展造成更大貢獻。好似1998年克羅地亞第一次打入世界盃就拎98年嘅季軍一樣，正正係因為當年由24隊擴編到32隊，克羅地亞先至有機會登上國際舞台。因此擴編可以發掘更多有才能嘅球隊，令佢哋有更多機會喺國際嘅舞台上交流同比拼，推廣足球運動深化發展。最後請問遊方，你所講嘅季柱係咪過往都存在呢？過1934年、1982年同1998年嗰三次擴編係咪都做錯呢？如果冇做錯嘅話，點解唔可以繼續擴編呢？多謝各位。正方發言時間為3分40秒，補個時無需扣分。跟住係反方主辯，你有4分鐘時間。世界盃決賽隊伍由開咗16隊增至1982年嘅24隊，10年後嘅1998年再次增加至32隊，沿用至今，一直都係行之有效。根據國際足協2021年嘅研究表明，最高質量嘅足球係通過32支球隊嘅形式實現，能夠有效平衡對於球員健康同觀賞性等嘅考量。事實上，世界盃之外最廣為人知嘅足球盛事，歐洲冠軍聯賽、歐洲足球錦標賽決賽嘅決賽周最多都係只有32隊。然而，出於政治嘅顧慮同埋財政嘅需要，足協早前已經宣布咗決賽嘅隊伍將會增至48隊，沿用4隊為一組嘅小組賽制度，總場次佢由原本嘅64場變成104場，舉辦嘅時長亦都由4個星期變做5個星期。今日我方辯題嘅衡量標準在於32隊抑或48隊能夠平衡世界盃嘅觀賞性以及球員嘅健康。今日我方反對辯題基於以下兩大原因：第一，擴建隊伍對球員帶來負擔。決賽周增加16支嘅隊伍，球員需要多踢多一場嘅比賽，冠軍隊伍需由原本嘅7場增加至8場。一場看似影響不大，但其實放下一年的比賽量，其實就會造成非常之大的壓力。現時國際足球的比賽賽程非常緊湊，就是講緊英超、西甲、意甲、德甲、法甲5大嘅足球聯賽的參賽隊伍，都分別要參加38場的對戰，加上其他嗰啲國際上的一流嘅比賽，是以梅花間竹嘅形式去進行。另一方面，球會之間亦都會進行同嘅比賽，唔同嘅球會曾經揚言會進一步去增加比賽嘅數目。以2022年嘅世界盃為例，結束不足8日嘅連埋飛行嘅時間，就要進行另一個比賽。如果舉行嘅時長延長到1個星期，將會進一步縮短球員嘅休息時間。國際職業足球會嘅協會嘅報告亦都顯示，足球員嘅休假其實都少得驚人。其中聖彼得堡嘅阿春舒亞巴平均每年不足7日嘅假期，職業嘅足球運動員協會都表示擔心，2026年嘅世界盃會安排會令到球員因為賽程擁擠而令到身體更加疲勞同埋精神更加倦怠，
更甚至係疲勞會令到球員運動勞損，令到傷患率會提升。以今屆世會為例，因為壓縮縮短嘅賽程，會令到傷患率會比過去幾屆都要高，所以球員需要用幾啲時間，甚至係幾個月計嘅時間去康復。由此可見，真正48隊係無視緊球員嘅利益，為佢哋帶嚟更大嘅負擔同埋風險。第二，世界盃嘅觀賞性下降。世界盃作為全球關注嘅體育盛事，唔同嘅國家球員、球迷同埋教練都會聚首一堂，會就係為咗要去見證呢啲最精彩嘅賽事，將最經典嘅入球喺世界呢度亮相。由32隊擴編到48隊，到邊世界盃嘅決賽將由64隊變104隊嘅時候，整個賽期只係增加咗一個星期，密集式嘅賽事只會令到世界球迷更加觀賞疲勞，加上將會喺外圍從表演教訓式隊伍加入呢一個外圍加入呢個賽周嘅時候，我哋見到嘅係其實到最後決賽周都只係一啲歐美嘅國家同埋一啲其他一啲歐洲同埋一啲南美嘅國家佢之間嘅對決嘅時候，擴編隊伍嘅名額其實係唔會令到可以令到成個觀賞度會係上升。反觀今日為咗收入，要去犧牲世界嘅觀賞性，同埋犧牲咗球員嘅健康，又係咪值得咧？最新嘅紅學世界盃決賽周年都如何咧？拜拜。反方嘅表現發言時間結束，佢嘅時間係4分18秒。咁請各位評判就喺計分次上面開始進行結果。咁我會檢查翻個賽規之後咧，咁我將情上面判咗同你哋去更新翻嗰個扣分嘅表現嘅。公辯嘅環節，公辯一方可以自由挑選對方一位嘅辯員回答問題，並且打斷對方嘅發言追問。回答方不得反問，亦都不得打斷公辯嘅一方發言。如有違規，公辯一方可以即時指出，評判認同可以直接扣分，每次一分。如果公辯一方如常發言，評判可以自行決定是否扣分。請問雙方有冇問題？請評判注意填寫公辯分數的時候呢，就特別注意這個填寫次序啦，特別是反方的分子，第一格依發言次序是回答分數，第二格才是發問的分數。好，現在呢請正方自由派出一位辯員作公辯，請你自由選擇反方一位的辯員接受質詢。你有2分鐘的時間。嗱，最後個位啦，好啦，有方咧觀場就話，我認為佢哋會踢密咗，咁樣多咗人誒，少咗休息時間啦，就會受傷啦。咁按照有方嘅邏輯，擴編之後休息嘅時間少咗，咁98年上一次嘅擴編之後休息時間係咪同樣都會少咗？係啊，方同學。咁過往呢個做法之下係咪做錯咗先？係。咁但係睇翻事實喎，原來經例如係世界盃同四大聯賽作比較啦，以英超同埋西甲為例，94至95年，按照有方嘅邏輯咧，98年佢應該休息嘅時間會少咗，但原來咧呢兩年佢哋休息嘅相差時間咧，同樣都係34日同48日，咁係有分別定冇分別咧？有分別，因為今日國際足協講咗，其實呢啲日子並非真實，最後每一個球隊都可以。咁所以按照有方嘅邏輯啊，你話多咗球員受傷啦，咁有冇實際嘅例子同我方講有必然嘅關係咧？有啊，方同學，但係球員每一年至少要打38場或者以上嘅比賽先。哦，所以冇加埋世界盃嘅時候。現時咧就係我原來7場打多咗1場變8場嘅時候咧，除翻其實咧，但係總日數咧會由32日擴增到39日，除翻開嘅時候休息時間係咪仲多咗？唔係啊，方同學。我所以實際嘅數字咧都可以俾到你㗎。原來咧我哋39咧除7隊同埋39除8。8隊咧，其實平均嘅休息時間咧係多咗啊，所以但係實際賽程嘅緊湊度根本今日你方係，所以有方你攞出數字個證，我方講咗，原來佢哋打多咗咧，會直接同受傷有直接嘅關係噶嘛。就例如係意大利都冇參加世界盃，但佢同樣都有球員受傷嘅時候，有方點論證球員受傷就等於係同世界盃踢得密咗有關係咧？係因為佢哋今日唔夠休息，佢哋嘅精神不足而。
以去應付一場咁高精力嘅比賽手。我想其實咧又可以冇數字咁正啊，我哋再落下一步。今日有方法咧，我原來觀賞到咧會下降。咁想請問有方法係咪年年咧？正方公面時間結束。跟住輪到反方公辯，反方請自由派出一位辯員。好，反方公辯開始，你有兩分鐘時間。成日都決賽周係咪越多隊越好？唔係啊。唔係，因為已經成功咗。咁今日有冇自己都知道今日唔係越多越好嘅時候，咁點解副反隊有啲咩獨特支持要你放邊？我講而家我就同你講啫，就係正正因為放邊之後，所以足球總會先可以有多啲收入，先至可以資助到唔同嘅國家。咁而家你仲係做投機股？因為我哋講緊就一屆時候，佢都係攞60幾億嘅，60幾億美元嚟資助嘅時候，點解有呢個問題咧？再講下呢件事對球員有冇啲咩利處？咁擴編之後係咪多咗？有冇話有咩利處？好簡單啊，就個利處就係收入多咗，所以佢哋俾佢嘅收益咪多咗。我問你係球員有啲咩利處？講清楚。球員咪就可以多啲資助咯，譬如佢有多啲足球學校啦，又可以多啲教練啦，多啲更加高薪嘅教練。你講我幾多資源帶更多嘅利益咁嘅話，根本就係因為我自己主見嗰個講清楚。今日我係圍賽呢個資金嘅時候，從來都唔關係咪一定要加入到去決賽周裏面咯。咁我從來講嘅就係世界盃唔單止有決賽周，仲有外圍賽。外圍賽唔係一個機會俾你累積經驗咩？咁你但係你就係因為正正就係因為佢加入咗世界盃之後有多啲隊伍，佢先可以有多啲收入啊嘛。咁有多啲錢，你無所依無嘅時候，咁你就咁。但係而家正正就係因為佢有多啲收入，所以佢先有多啲資助。如果較少嘅收入，其實好難有好多嘅資助喎。咁放邊度48隊其實係冇問題㗎。咁我想問你一話啦，今日成個足球嘅一個門業啦，佢最重要嘅持份者係邊一個？最重要嘅持份者咪就係、是。係咯，個球咧，最重要咩？個球嘅時候，你今日連球都最重要啲咩？就係、是、打踢波咯。因為踢波連球員嘅健康你都唔去理嘅時候，你就要夾硬咁樣要將更多嘅球員要放喺個更加密集嘅一個賽程裏面，有冇考慮佢哋嘅健康？嗱，首先我覺得你唔好同我方論證啦，而係講得好密集，但你唔好要佢嘅思維先。我可以同你講咧，主要嚟講咧，只係打多一場，咁打多一場，你方有冇數字同我方論證？你同人打多一場嘅時候，對於成個球員佢哋之間個內心壓力又非常之大嘅時候，講到你有冇同今日就係想咧，就係為咗一啲嘅利益啦，然後就可以犧牲球員佢哋嘅健康，就犧牲成個賽事佢背後嘅觀賞性。多謝各位，歡迎時間結束。現在公辯環節結束，輪到正方第一副辯，你有三分鐘嘅發言時間，準備好講量計時完事宜。主席、評官、在座各位，大家好，好啦，啱啱呢個環節咧，有觀眾問我哋啦，係咪咧原來咧係佢哋係咪因為佢哋嘅利益啊，我哋用佢嘅利益去換取一啲其他嘢啦？但正正就因為佢哋因為擴編咗之後，所以先會多啲收入啊嘛，比起以往有更加多收入嘅時候。咁咪可以俾多啲援助咯。我方而家係俾一啲球俾一啲球員，可以有多啲援助嘅時候，我方唔明弊處喺邊咯。再者，你方全場單挑咧都冇同我哋論證過數字嘅時候，就唔好同我方講話，原來佢哋會因為休息時間短咗，而咧再者去會有影響到佢健康啦。而退一萬步嚟講咧，其實我方主辯已經論證過單挑，都同你講過啦。其實當佢哋咧冇一啲，當佢哋咧去冇打多咗一場嘅時候，佢哋嘅休息時間係多咗噶嘛，所以其實係攤分咗啲時間嘅時候，我方就唔明白點解有方講到。係咁打比賽啦，再講啦，有方話原來咧48隊太多啦，應該要縮減。咁想問有方應該縮減到幾多隊咧？24隊、16隊定係13隊咧？有方要冷靜。再講啦，有方又話多咗球賽咧，球員會容易受傷啊，容易咧有大容易咧好大壓力噶。咁但係有方要冷靜啦，點解一定直接必然關世界盃事咧？我方已經同你講咗，佢哋休息時間長咗，只係打多咗一場嘅時候，有方就用數字直接冷靜。有邊一個球員係因為呢一個世界盃而咧去令到佢哋容易受傷咗啦？再講啦。而家咧總場數增加係因為隊伍增加咗啊嘛，以球員作單位計算，事實上係咧小組賽未能夠出線嘅隊伍其實以前係一樣噶，而小組賽打到冠軍嘅隊伍都只係打多咗一場，同時間咧比賽總日數係多咗，但係由過往嘅32日完成所有賽事，增加到下屆嘅39日，係打多咗一場啦，但會多咗10幾日嘅時間去攤分賽期，同埋拖住休息同休息時間咧，請有分一副正面回應。再講啦，唔同嘅比賽重點咧，有分又話會有，有分又話唔同嘅比賽啦，有好多唔同嘅杯咧，從此跌埋咗，令到佢哋假期咧下降啦，就會容易受傷啦。但係咧，睇翻前一次嘅
抗天潛球嘅賽期啦。1994年、1998年嘅世界盃同英超聯賽相差嘅只可以完全冇變過㗎，英甲聯賽世界盃相差嘅只反而仲多咗添。所以現實就係賽期之間日子可以調整，問題都可以解決㗎。所以今日有分咧，全場單挑民主面咧，都係同我講話咧，可以有更加多嘅比賽。但今日有分你更加多係冇問題㗎，過多先有問題啊嘛。而家64場變104場，每個隊咧都只係打多一場嘅時候，有翻同論證受傷機率有幾多咯？係咪就正正因為每一場，所以佢哋先容易受傷，容易令到佢哋假期減短咧？你再講啦，到觀賞性嘅問題啦，有翻第二個論點打觀賞性啊，我而家就同你論證啦。睇翻實際例子啊，以中國央視世界盃排行為例，最高收視率嘅場次並非係梅西帶領阿根廷力戰衛冕冠軍隊法國，而係梅西為弱隊嘅日本打德國嗰場啦。而全屆比賽中收視率頭十位之中，作為弱隊代表嘅日本、韓國、沙特阿拉伯分別上榜兩次，同阿根廷最多人睇，係同阿根廷一樣噶，所以最多人睇嘅國家隊，所以根本就唔係有方所講嘅觀賞性低，因為觀賞性低咯。所以今日有分要用數字直接論證得錯位。跟住係反方第一副辯，你有三分鐘嘅發言時間，準備好傾向計時開始。點解今日一定要擴編到48隊，而唔係點解要？如果係咁好嘅話，咁點解今日唔擴編到64隊更多，去令到佢哋賺得咁多錢啊？其實今日有分同學咧，入面只係打住為咗令嗰啲球隊可以攞到錢去發展嘅旗號咧，用一個好宏觀嘅角度去列好處啦。但其實唔係咁樣嘅，等我同各位一齊逐個睇啦。第一，其實今日有分同學淨係重金嘅啫，佢無視咗翻球員嘅健康。點解？今日世界盃意義係咩啊？係俾嗰啲頂尖嘅球員去切磋，有一個世界性嘅一個比賽，而唔係去為咗俾其他嘅球隊入去打，然後令到佢降低咗質素啦。其次就係今日球員係咪淨係為咗錢先去踢世界盃？唔係，佢哋踢世界盃係因為佢哋希望可以為國家去爭光，而唔係單純地為咗想要賺咁多錢。另外，係咪今日淨係得世界盃可以增加到佢哋嘅收入呢？其實唔係喎，今日如果係真係需要增加收入係不足嘅情況底下，咁其實有其他方法，例如係可能係機構之間再討論完之後再加一個資助金俾佢哋等等，並唔係今日擴編咗世界盃嘅國家地處。然後有方今日話其實都係多咗一場啫，一個星期，其實唔係喎，係48隊都打多一場嘅時候。今日有方同話7日48隊，每人都打多一場嘅時候，其實又用幾多時間呢？其實今日如果呢一場係可以唔加嘅時候，咁點解今日一定要加？有方同無論證到必然關係喺邊㗎？另外啦，今日有方同話第二個論點同我方講話可以增加球會嘅補償金，我方唔明白，其實要幫到佢哋真係唔係淨係得世界盃呢個方法。點解要將決賽周嘅隊伍同佢哋掛鈎啊？邏輯關係喺邊？到底呢件事合唔合理？有方同學問下站論證一下。到底今日有方同學當球員係啲咩先？唔係應該去令到嗰班球員可以喺即係喺外圍賽嘅時候已經係切磋完，然後去揾嗰一屆最好水準嘅球員喺世界盃度對決咩？但係其實今日見到有方同學其實無視咗呢班球員嘅健康㗎。另外今日有方同學話可以增加參與度啦。但係其實今日係講緊決賽周，而唔係講緊世界盃嘅外圍賽。今日外圍賽其實有俾機會嗰班球員嘅時候，今日有方同學點解要強行將外圍賽嘅項目塞入去世界盃入邊咧？再講今日克羅地亞，如果佢有足夠實力嘅話，咁佢其實本來就可以入到世界盃嘅時候，咁點解今日一定要擴編到48隊去俾佢入咧？其實唔合理㗎。所以見到今日其實有方同學淨係為錢而唔理嗰班球員平時每一年要打咁多場比賽，唔理佢哋嘅健康，淨係著重錢同埋參與度，其實有方同學論證唔到嘅，即係位。咁改評判，咁基於我哋個章程嘅實體賽三計時須知第3.5點裏面啊，就提及過咧，如果計時員和主席應該盡力確保計時員嘅出錯嘅，
為當不幸出現計錯時間或名錯中等嘅問題咧，一經發現就要立即通知評判。咁剛才咧係一丁嘅時候就唔小心就變咗兩丁，咁我哋就即刻去通知翻相關嘅發言人咯。咁希望唔會對比賽造成太大嘅影響啦。但係評判咧係可以自行去決定翻，例如要求重新開始發言，或者補回相關時間，又或者評判可以自行調整分數嘅。就評判自行調整翻個分數，咁我哋可以繼續開始比賽。咁而家咧係請反方嘅正方嘅第二副辯，你有三分鐘嘅發言時間，咁你可請下計時員示意。
錢都冇咩響啦。主席評判入口，咁我其實今日口口聲聲咧就話咧嗱誒一場咧咁大把啫嘛，就可以賺到好多錢喎。但其實今日有可能一場乜嘢，就代表成個世界嗰個賽程要延長一個禮拜。但實際上乜嘢？原來好多球員，例如係勝比得好嘅中鋒，一年都只係可以休息七日嘅時候。咁落今日嘅賽程延長一個禮拜，對於佢哋嚟講係乜嘢？係壓迫。對於佢哋嚟講係成個佢對療傷計劃要延遲，佢哋休息時間係壓迫嘅時候。咁落你同我講呢啲唔緊要，一場咁大把。原來有可能喺呢喺有可能眼中，佢嘅健康就真係唔重要。佢今日做咁全場啦，咁我講嚟講去都係兩嚿嘢。第一就係咩啊？賺錢。第二個咧就係可以推動足球發展。咁有可能咧，我方咧依家就喺度同咗做翻個列名比較啦。其實可能今日講話咧，你可以俾球會啦，講主辦國啦，但今日唯獨是咧就係漏咗球員，就係話對啲球會對啲主辦國都有一個經濟發展啦。但今日完全咧就冇講球員啦，球員都係最大持份者。但今日喺足聯世界盃嘅收益嚟自邊度？就嚟自國家買轉播權俾佢錢。即係如果國家慳翻啲，願意去慳翻更加多嘅錢，留翻多更加預算，直接俾球會，又或者係直接去推動球會發展，又或者係俾佢哋起足球場都好。這個都比有可能所講嘅咩直接派錢係更加有效嘅時候，我唔明白今日呢個聯署可以用其他途徑去達到嘅時候，咁而家今日我哋要犧牲嘅就係球嘅健康咧。其再講有可能今日咧就係同我方講呢個可以推動更加多嘅足球發展啦，可以令緊國家嘅人都可以去踢到足球啦。咁就算我今日再睇一萬步，有可能今日同我方講經濟聯署都成立都好啦。今日我哋見到原來呢個英國嘅研究顯示，原來呢個體育賽事對於呢一個體育嘅參與度係根本就係冇呢個直接關係嘅。因為我見唔到到底你俾啲細啲國家去踢入世界盃嘅時候，同你個推動足球有啲乜嘢直接關係？咁但係有可能今日完全講呢個離傳都唔成嘅時候，犧牲嘅就係球員嘅健康，跟住全場嗰個比賽都好乜都好，球員先係呢啲比賽嘅支柱。咁佢哋休息時間，古迷好少。頭先我講一年可能得一個禮拜或者係十幾日嘅時候，有可能繼續壓縮佢哋嘅生存空間嘅時候，咁請問有冇同呢個年齡比較又講唔講得過去咧？反方第二負面發言時間為2分39秒，無過時，無需扣分。現在進入自由討論的環節，雙方各有3分鐘發言時間。當某方發言時間用畢，本人咧會宣布另一方剩餘時間。該方到時可以自由派出一位或多位辯員發言，而每位辯員都必須在本環節發言。如果本環節結束的時候，在場人士發現有辯員從未發言，可即場提出。屬實的話，該辯員所屬一方將被每位評判扣除5分。請問雙方有沒有問題？如果沒有的話，自由辯論環節現在開始，請正方派出一位的辯員首先發言。可以開始。因為犧牲的就是他的健康的時候，球員的健康重不重要？球員的健康重要，但有方你量證到底他的正關係在哪裡？因為我今天見到原來今天的世界盃卡下面壓縮了休息時間之後，直接有球員傷亡的時候，有可能同你同我講，這個叫做正關係。咁所以過去每一次的抗議都有同一個問題，是你做錯了？有方我的確算可以有問題，但因為主編已經講得很清楚，32人就是可以平衡這個弊處和利處的時候，那我今天你要論證的就是為什麼由38人放到48人？好啦，那有你前場有同我哋講話，原來你維持32隊最好，但係冇之前嘅抗議點樣去32隊咧？你都話之前有抗議有問題，咁點樣去32隊？所以今日我講緊嘅就唔係32隊有問題，而係講緊今日放編到48隊嘅有問題咯。再問有方同學啦，到底今日世界盃嘅意義係邊啊？咁其他球隊全部維持32隊最好。係有方同學，今日其他球隊，例如係西甲啊、歐聯等等，都係維持緊32隊嘅時候，點解今日要擴編到48隊？再問有方同學一次，到底今日世界盃嘅意義喺邊？點解要降低門檻去俾嗰一啲實力唔夠打強人隊嘅嗰啲隊伍入去世界盃決賽周入邊打？首先有方同學，你唔好講到啲弱隊入咗去就唔好睇先，我方一副已經突破咗咧防守性嘅問題，再講啦，其實弱隊都可以守和同樣精彩㗎，好似日本同學沙地阿拉伯佢哋入到去同樣都係精彩㗎，有方你又？你可唔可以到？所以可能今日嘅邏輯咧，就係全世界球嘅隊伍一齊打，一啲偏僻到可能連足球體都唔係好發達嘅國家入去打，打到之後咧，可能全部都弱隊對弱隊，有可能覺得呢個就係最好睇啦，係咪啊？哦，唔係，所以我哋咧可能點下，增加
奪到佢哋入世界盃嘅資格。佢哋有外圍賽，咁只要佢哋今日喺外圍賽入邊，佢哋有實力能夠贏到入到32強嘅時候，咁點解今日就要將佢哋嘅名額擴天去俾佢哋入去咧？咁我哋睇翻實際數字啦，擴天之後，2022年嘅46億上升至2026年嘅111億。有科學如果冇增加呢啲收入，點樣可以增加資助資金，做啲有科學理想講嘅發展足球咧？咁我喺度發展足球，你咁我咁想去幫佢哋嘅時候，你同我哋一定入到世界盃決賽都先唔夠做，點解唔直接俾佢哋咧？有咩意義咧？你咁去做啫嘛？就係正正因為你冇擴天之後，咁佢又冇咁多收入，咁點樣可以做到有科學理想？希望長工學解釋我點解呢件事一定要擴編世界盃嘅決賽周名額，就係唯一嘅途徑去支持嗰啲嘅球會營運咯。我進一步學今日決賽周嘅意義係咩？有冇人睇翻落嚟啊？喺98年擴編入先入到去，先攞到冠軍嘅時候，呢、這個時候係咪就要擴編啦？唔擴編又點樣做冠軍啊？佢唔夠強啊嘛！學，你聽唔聽出？佢唔夠強，因為我學今日整到佢唔夠強先入到去啊嘛，今日從來都唔係冇俾個機會佢哋啊嘛，一直都俾機會嘅時候，你學佢今日唔係呢件事影響到我進步先。今日決賽都係二係啫嘛，有乜我因為佢擴編咗先做到鬼軍啦，咁你唔擴編佢做唔到鬼軍，佢一個小哥點樣做到鬼軍？佢就係因為擴編咗，佢知道大家都知道佢有想做到鬼軍咯，咁嚟擴編嘅意義咯。有冇同我講講同講翻新落地啊？其實佢只係一個個例，係咪次次擴編都有新都係第一件嘅國家可以入到鬼軍咧？哇！咁有可能你話呢個係個例，咁有可能你要討論，即係你啱啱所講，如果唔擴編，咁點樣做到收入啊？因為你冇數字論證嘅時候，就唔好反而我方直接同你講上升咗29個巴仙。咁我好唔明嘅啫，咁我今日係咁同我黑龍地亞，咁我想問，如果黑龍地亞真係有實力可以踢到冠軍嘅話，咁點解佢就算唔抗邊佢都係踢得入外圍賽喎？咁我直接關係喺邊度？你幫我講兩字清楚。所謂正正就係你啲大佬喺度打佢，根本逼唔到佢。咁我咁因為原來踢星星賽就係外圍賽，每個州份都有自己嘅名額，就係呢一州入邊國家互相打實。咁我佢自己如果有成攞冠軍嘅話，有成攞冠軍嘅話，咁點解外圍賽佢踢？如果佢真係可以攞到冠軍嘅話，咁外圍賽佢應該踢得贏，同抗唔抗咩冇關係嘅。好啦，其實本身咧，下一個澳洲咧係冇名額嘅，本身都0.5個名額增加至1.5個，因為擴編之後佢先變咗整數，佢先可以打到入世界盃。有冇同咁呢個就係名額分配嘅問題啦？有冇今日呢個唔係隊伍上升咧？有冇佢既然覺得呢個名額分配有問題，就咁重新分配名額嚟就係咯？咁點解係由點解係總隊伍增加先？有冇同你都幾有趣喎？啱啱就話咧係因為配額太少，所以咧先要擴編，跟而家又話咧係配額分配唔同，咁係咩咧？究竟？因為我今日唔係配額分配太少嘅問題，係配額分配唔平均嘅問題。咁因為我今日由頭到尾要解決嘅就係配額分配唔平均，而唔係根本唔係配額太少嘅呢個問題。哦，所以結論係有分自相矛盾啦，就認為哦，原來配額問題唔係放邊隊伍嘅弊處，係咪咧？唔係咯，兩者關係唔同咯。仲有同學點解今日放邊到48隊，唔係放邊得越多越好咧？如果按照有分學嘅邏輯嚟講，依家唔係64隊。所以我哋而家咪好難調整下先擴編到48隊咯，即係其實有分已經係無形，有分已經承認咗，而家擴編到48隊係可以做到嘅咯。咁我其實今日你口口聲聲話要停，係反方演用進退嘅發言時間，請停止發言啦。咁而正方咧，現在尚餘係47秒嘅，可自由派出辯員發言。請正方派出一位或多位辯員用盡剩餘的時間。請正方派出辯員發言。喂，好啦，咁因為啱啱一直講緊數字嘅問題，咁資助問題咧，咁我而家再講翻我跟住要提及佢嘅前進計劃。喺2022年平均咧每隊淨係獲得827萬美元嘅資助，但係2026年已經上升至每隊平均獲得1668萬美元。可見咧喺擴展之後係上升咗足足29個巴仙嘅資助。咁今日有可能，如果你唔係因為擴編咗之後，咁又點樣做到呢啲嘅資助咧？又點樣可以幫助？有可能啱啱都承認咗，可以擴編，可以推廣到足球咧，就正正因為要加入咗呢啲，所以先至可以去擴編足球啊嘛。咁你又講到受傷問題啊，咁就正正因為你有呢啲資助金額，所以你先可以幫助佢哋去可能有啲受傷之外有啲援助啊，或者等等。咁我所好擔心嘅問題，所以根本係冇金錢基礎之下，係做唔到一個我想講嘅推廣足球咯。最緊要幫助，多謝各位。正方發言時間已經完用，發之後辯論環節結束。請問在座各位有冇發言台上辯員未曾發言？好，而家係結辯環節，雙方結辯各有1分鐘時間預備。
預備時間結束，先由反方主辯總結，你有四分鐘的發言時間，準備好請向計，請向請向計時員示意。下方主辯，消息評判有方同學，在座各位大家好。無論是乜嘢類型比賽，制定決賽的目的就是為了分辨不同能力的人，將能力較高的人篩選出嚟。除了係對呢班人的肯定，俾佢哋更加高的榮幸之外，仲可以令萬眾矚目的世界盃可以以一個更加精彩的程式去呈現出嚟，為正不貴多嚟應作為呢個篩選的標準。尤其是世界盃呢個全球中的比賽，適當的配額先可以帶嚟精彩的比賽，反之只會降低決賽呢個名銜存在的價值。比賽嚟到結辯呢個位置，縱觀全場，唔難發現今日有方同學其實正正喺度貶低緊決賽嘅價值。今日有方同我哋講，經濟提升就可以促進足球發展，無論係對參與國定係對主辦方都有益處。但今日世界盃係一個足球比賽，有方同學忽視咗呢個比賽最大嘅支柱、最大嘅持份者，忽視咗球員、忽視咗球迷，同埋忽視咗足球嘅因素。今日世界盃唔係一個商業運動，但係有方就將經濟擺喺最重要嘅考慮地位，將成件事情滿滿倒置。今日。但其實有方同學只不過是利不成利，我尊重就是多此一舉，為了經濟的利益去漠視了整個足球產業的發展，漠視了最重要的一班球員。今日以有方同學的直線邏輯跟我們說，增加了十隊就可以賺多些錢，今日有方一副跟我們說，就可以對啲疲勞受傷的球員伸出援助，多了錢就可以給他們救傷。但今天是不是32隊賺不到錢，是不是給不到錢的球員，還是你給多了球員，他們就可以在這些這麼多比賽之間的更加疲勞的情況下就可以去得到這個改變呢？我想問有沒有同學這樣合不合理呢？在各位試想著，當未來的世界盃進入決賽的配額提升，實力較弱的國家進入決賽就已經不是什麼奇事，每一屆的世界盃我們都會見證著不同的國家因為入到決賽而歡呼，然後接著就是第一隊被淘汰，久而久之他們不會因為入到決賽而感到光榮和自豪，同埋佢哋係損耗緊所有球員嘅精神同埋體力。世界盃作為其他足球聯賽最重要嘅指標，開啟咗擴天嘅先例，難免會令到其他大型足球比賽跟隨，認為踢得越多就能越好，對球員而言制度根本並唔友好。佢哋作為足球產業最重要嘅資產，制度理應以佢哋為先。因此，我方認為今日辯題理應不成立。多謝各位。反方的結辯發言時間為2分35秒，無過時，無需扣分。最後由正方結辯作總結，你有四分鐘的發言時間，準備好請向計時員示意。
仲話咧，其實好多比賽咧都係32強，但係其實美洲杯同埋歐冠杯咧都唔係32隊嘅時候，究竟今日友方嘅數字係咪真係確實咧？其實各位專業嘅評審相信咧都睇得出，其實我方咧好中意踢小組滲透嘅全戰配合，所以我方主辯咧會問多咗經費係咪反而令到球會發展更加困難咧？友方咧就唔知答咗去邊，咁咧個波咧就去咗我方一虎踢入籠門啦，呢度咧就攞到1-0，我方一虎咧再問多咗參賽機會咧有咩問題咧？希望友方同我可以搶翻個波，但佢又係唔得，個波最後去咗2-9又2-0啦，甚至咧其實我方有俾埋津貼上升嘅數字俾你，但佢最後都係冇回應。其實咧辯論場上嘅論證就好似足球場上嘅排陣一樣，係好需要一層一層由後防傳俾中場，再踢俾前鋒射門得分，中間係唔可以斷噶。但係咧友方喺比賽密度同埋觀賞性低呢兩個論點上咧，好明顯就係中場斷層，直接就諗住將個波踢俾前鋒。但係佢有冇論證過點解弱隊加入就必定會拉低球賽水平咧？正係我哋講觀賞度低咁，但係又有冇論證過究竟問題所在係啲乜嘢咧？所以今日友方嘅論證係斷層。其實睇完場波，不如再同大家講下其實世界盃可以帶嚟啲乜嘢啊？張家朗奪冠之後可以多咗劍擊班，同樣係足球，更加多嘅國家可以參與到呢場國際盛事，先有更加多嘅地方可以發展足球，先可以會有更加多嘅克羅地亞。今日咧友方淨係覺得世界盃只係俾頂尖球員切磋，只係一啲咁頂尖嘅世界盛事嘅時候，其實你有冇諗過究竟克羅地亞當初點解會因為奪冠而開心呢？仲記唔記得其實逼到嗰陣時，佢都唔係一個大國嚟㗎，佢都唔係大家所知嘅強國嚟㗎，但佢最後都唔單佢未去到決賽圈啊，即係去到前嗰幾強，其實佢都開心到全國人喺度歡呼啊！其實今日友方眼中咧，一直都只係一班頂尖嘅球隊、頂尖嘅球員先值得入世界盃。咁克羅地亞咧，咁冰島咧，呢啲係咪就係友方口中唔值得去參加足球㗎？但其實想同大家講，足球並唔係一啲所謂嘅頂尖球員盛事，而係一個世界盃啊，係世界都可以參與嘅體育盛事。多謝各位。正方結辯發言時間為3分50秒，冇過時，需扣分。咁比賽嗰一段落，大家請留喺原位稍等，提提評判。第一樣係最佳辯論員咧，需要額外扣分嘅。請每位評判咧，就需要喺今日8位台上辯員當中，選出表現較為突出嘅3位，再分別給予分數。最佳嗰位咧係填30，次佳咧係填20。餘下嘅咧係填10，其餘5個同學係無需填寫嘅。咁另外再提醒翻評判，咁剛才咧翻查翻呢個章程啦。咁喺實體賽嘅第3部分計時須知第3.4部分裏面咧，就提及到扣分制餘下15秒過後每過時5秒，就需要每位評判給予該辯員嘅分數裏面咧扣除5分，不足5分亦作5秒計算。所以請3位嘅評判咧喺主辯該欄嗰度各自扣除5分。之後咧，可以示意主席介紹，可以回收你份資料。
計時完收入咗平均分子，而家會攞去中央計分新計分。正反雙方可各派一位台下代表咧，去陪同監察計分嘅過程。正反方需唔需要派任何代表？係可以，反方唔派代表個。咁而家請三位評判咧，為佢為各位嘅同學啦作出點評。咁我而家咧會首先先請香港樹人大學中文辯論隊前隊員錢偉傑小姐。好，大家好啦。咁咧，我覺得呢一場比賽其實都幾好睇嘅。咁咧講少少問題啦。第一樣嘢咧，同上場一樣嘅，先講第一樣嘢就係世界盃嗰個理念啦，同上場係同一樣嘢嘅諗法。咁究竟世界盃成個嘅原意或者理念係點樣咧？我覺得正反雙方今日其實係站於係唔同嘅理念嚟啊，但係好似你哋喺場上打又打到好似一樣咁，但係其實唔係好係。即係正方首先第一樣嘢啦，你都識講話過往你都會擴編啦，咁你過往擴編由13隊去到32隊，咁咪即係其實講緊話原來本身世界盃都係期望一路發展落去係越嚟越多隊，甚至今日都同你講緊話去到48隊。所以他期望是多些人去參與，但今天的反方不是，他期望是真的最精英最厲害的那班人。那其實按照這樣的邏輯下去的話，其實不應該是一直以來要擴編這個立場，你是要再讀多一點，甚至當初的13隊是不應該存在，一路13隊變8隊8隊變4隊，那就是最精彩了，那就最好了。所以這個位置呢，其實你是要拎回對方其實整場的邏輯是怎樣下去，不可以單純地問啊，咁佢哋越少越好啊，咁樣可以就咁樣去講。咁你係要落呢一樣嘢去到講。咁調翻轉對方啦，你嘅站於覺得世界盃係一個話最高水平嘅賽事，最專業嘅。咁所以咧，今日可以有任何一絲，譬如啊休息夠，我哋嗰個觀賞度會低咗啦，或者有一啲嘅弱點會入咗去啦，呢個係你哋嘅立場嚟嘅。咁所以你係絕對唔贊成正方所講咧，話我哋要普及成件事，我哋要越多人加入一個決賽真係最好，因為我哋唔係想期望多啲人去參與，而係期望我哋以一個最高水平、最專業嘅賽事呈現喺即係其他嘅人觀賞嗰啲觀眾裏邊去睇啦。咁所以你哋第一個位對於世界盃整個嘅理念咧已經係唔同㗎啦。咁所以呢個位咧係要前場需要先處理咗先，我覺得啦。咁你喺後面唔係話冇處理嘅有嘅，但係即係好散，即係好散咁樣向我講咯。我好清晰喺一個位置度聽咗一個立場，然後幫我分析。咁呢個第一個位置。好啦，第二個位置就係立場嘅問題啦。今日咧雙方都嘗試逼問嘅，喂係咪越少越好啊？係咪越多越好啊？咁呢個位係好值得去挑戰對方嘅。咁其實你哋最尾期望緊嘅係即係對方去到解釋俾你聽，話點解你嗰個隊伍就係最好，佢嗰個隊伍就係即係最差或者最好啦。咁但係呢個位置嘅論證咧，我又覺得唔係好足夠喎。即係你逼問佢嘅同時，其實你哋要諗一樣嘢，你問佢喂係咪越少越好，佢問翻你你係咪越多越好，其實你自己都係要承受呢個同樣嘅論證嘅喎。咁你都要話翻俾我聽，為你嗰個32隊係最好，你嗰個48隊係最好嘛。咁所以喺呢個位置咧就落翻佢啦。咁你有冇論證過其實咁樣係最好嘅位置咧？咁先講咗正方先啦。咁正方佢要同我講話，我一定要48。咁但係呢個位你話啊48係平衡曬各方面嘅嘢，所有嘢係最好。但係我覺得呢個位係好快就輕輕大過咗啦喺後面。其實你要解釋翻其實點解呢48佢就係平衡曬所有嘢之後係最好嘅位置？咁條數嗰啲嘢係點樣去計出嚟咧？或者係你無論係經濟或者一個承受程度，或者計算曬佢哋嘅優勢程度，呢個位係最好嘅。我記得當初係應該有一份報告會同你講埋，其實點解計出嚟係先最好，以至到對方同你講主辯一開頭已經話，喂2016年嘅時候咧，同你講32隊咧係一個最高質量嘅。咁但係諗一樣嘢，當初即係2016年嘅時候，我唔知係開始諗咗一個擴編定係未擴編嗰陣時啦。咁當然佢即係當初考慮32隊嘅時候，佢當然係平衡嘅話係最高質量。但係到今時今日，好似48隊又轉咗咯喎，話啊 OK 咯喎個承受程度。咁我咪上去48隊啦。咁佢都有一份報告會同你講噶嘛，咁咪會提出呢件事。咁喺呢個位上面，我覺得正方你可以解釋多啲，點解係48隊？慢慢你頭先有一個立
最平衡嘅狀況值嘅48隊。當第日我哋見到啦，話哦原來咧可以更多更可以平衡到嘅話，咁我哋咪64隊咯，再加128隊咯，冇所謂嘅。咁你呢個立場會清晰交代俾我咧，呢個位你點教？咁去到反方啦，你去講咧你去講30，你守住32隊最好。嗱呢個位同樣地都係模糊嘅，因為你一開球嘅時候咧有講過話，喂32隊咧係最好嘅，你覺得係最高質量。但後屘嚟人哋問你啦，喂咁你而家32隊係咪都有問題？你應該要少啲好。你後屘又有一個位係贏到，我係啊，其實而家都係有問題㗎啦咁樣。咁係咯，咁你即係而家都係有問題嘅時候，咁係咪應該要再落咧？甚至你舉出咗一個例子話卡塔爾有一啲傷亡嘅狀況啦。OK， 咁你傷亡嗰陣時卡塔爾都係32隊喎，咁係咪32隊應該降翻落去16隊咧？甚至降翻落8隊，你有啲傷亡事件存在咧？呢個係你話俾我聽。咁所以去到後屘咧，我 loop 住聽到一個狀況，你就係同我講話，喂，32隊就係一個最高質量，咁就最好啦。你喺專門有交代過嗰個係觀賞嘅優勝程度。咁但係呢句嘢就係一開頭輕輕答我，但後屘就 keep 住講48隊最32隊最正最正。咁呢個位咧，你真係要攞100萬去睇成，即係兩隊都係因為喺呢、這個無論係32定48隊嘅即係點解喺個數字上面咧，我諗你都即係估到今場係一個會好大嘅爭拗位，而個位係好需要你去到審慎嘅位，多啲論證嘅位。咁呢個位咧，我覺得你哋要去諗多一樣嘢。好啦，落到去下面咧，就係有啲數字橫飛嘅狀況啦。咁有一個其中一個位啦，我舉一個例子。其實咧，你哋講就係話反方，你哋會講話喂，我哋而家要踢多場喎，咁啊球員超辛苦啦。咁你係用緊話多一場呢個數字去講。咁正方就係講咧，唔係佢平均嘅休息時間咧係多咗。咁當然因為你多咗隊去打，咁自然佢嘅平均你因為要等其他隊打，咁可能平均嘅休息時間係多咗。咁所以你哋站在嘅數字係有少少唔同嘅。咁少少唔同底下咧，就好影響你哋點樣衡量。嗰啲人係舒服咗啊，定係唔舒服咗啦？咁但係呢嚿嘢好關鍵喎，因為喺反方嘅角度係影響緊成個球員嘅健康。咁所以呢一個數字上面咧，我諗你哋都要去到清楚多少少。咁啊，再落到去啦，咁就細節講少少啦，即係唔講太多啦，留翻俾佢哋講。咁咧正方咧講，譬如一啲嘅觀賞度嘅問題啦。咁觀賞度咧，除咗你話啊一啲弱隊咧係多咗人睇之外，喺呢一度可以再加以補充嘅，即係你哋應該有一啲數字係講，其實世界都一直抗議，其實都一直多咗人睇。但係喺反方度都唔係咯，因為你多咗一啲弱隊入去，咁其實應該冇咁多人睇。但係點解足球事要越嚟即係鼎盛啊？即係世界都越嚟越多人睇，你觀賞次數又多咗嘅咧？咁呢件事係唔係幾 make sense 嘅嚟㗎嘛？咁再配合你講嘅。我一啲弱隊啊，咁樣講都 OK。好啦，咁跟住咧，再落到去你話啊，即係落到去咧，我其實仲有一個位，我覺得可以再講多少少。即係譬如你話我有多啲強隊啊，可以入到去，例如你話克羅地亞咁樣呢一啲嘅隊咧，多可以入到去陣。其實咧，除咗你話推動足球發展係將呢啲強隊攞入去之外咧，可以留多一個位就係、其實啲人睇到多咗機會咧，自然其實佢都會將呢一個足球事業自己去發展。圖上一場一樣啦，用同一個比喻啦，就好似辯論咁樣啦。即係辯論咧，當初其實咧唔係好多個賽事嘅啫，咁有好少嘅賽事，其實好多學校唔注重辯論嘅，唔係好想玩，因為都係全部強隊入曬去㗎啦，冇乜位置㗎啦，咁我即係反正做乜啫。但係而家越嚟越多辯論比賽，我玩唔到呢個係玩嗰個，我起碼入到先啦，即係起碼入到去玩一下，我起碼會容易啲入到，譬如32強。跟住64強都好啊，咁啊多咗學校可能會參與。咁你今日一個決賽周多咗一個席位嘅時候，其實同樣都係俾一啲隊去話俾佢聽話，其實你都有機會入到去㗎。咁啊多咗人可能會參與。事實上呢樣嘢應該有數字，即係當初由你本身擴編至到32隊，都應該係多咗一啲嘅國家，可能本身唔係好注重足球嘅國家。咁而家佢見到啦，咁我咪入埋去。多啲資源去玩咯，起碼都入到48隊個決賽周咯，即係個起碼都幾咁嘅。咁呢個位置可以再諗下啦。去到咧反方咧，第一個位上面你話去受傷嗰個位啦，咁我覺得係需要多少少論證嘅，即係因為你呢個係你成場主打嘅位。
去到怪曬呢個世界杯抗議嘅人士，我明嘅，即係你喺整體咁多個比賽裏面，你其中有一個比賽你抗議咗增加咗一場，所以整體都會加咗，我明嘅呢個。但係我又會覺得其實都係整體會攞到比賽嘅問題，同埋嗰個球員本身自己考慮上面都有啲貪心嘅問題啦，即係可能。咁呢個我唔知道啦，咁我覺得你起碼都要講多少少論證，就係、是、哦，咁佢哋會有即係休息時間，會唔會有啲咩直接關係？會唔會有一啲醫生啊，或者有啲人啊，會解釋下咁樣啦？咁就唔係可能單純就直接去呢一個位，我覺得你可以去思考下，即係喺健康嘅位置可以多少少嘅論證。咁我會覺得整場比賽咧就會即係再豐富咗，係啦，咁喺呢個位上。咁就我哋評估大約呢個啦。唔該曬，而家請香港大學粵語評論隊隊員姚家輝先生。我先代表直播主持先啦，我直播主持開始到程度嘅，圍到時候咧有啲位係見唔到嘅，就係第一站啦，見到嗰度。你對於世界盃決賽真係有定位係點嘅啊？係咪想容納更高包容度？更高的包容度，然之後融入到更多角落或者更多國家或者更多地方嘅足球發展，打包嘅足球發展係比較忙碌都好，我哋都願意透過世界盃決賽走呢個舞台推我哋嘅波啊！因為好似樊康咁講，係真係注重高質素、高強度啦。因為我第一時間睇條片頭，我第一時間諗嘅就係條片係世界盃決賽周，而唔係世界盃本身咯。咁如果我哋講話要包容更多嘅隊伍，我哋推廣更多地方嘅足球發展，咁世界盃外賽都係做緊呢樣嘢啊！世界盃外場同世界盃決賽周有冇唔同先？依個係第一時間會有嘅問號，所以你好好咁樣去包裝你哋對於世界盃決賽周嘅文化或者你嘅理念嘅話，就會成全就係正方有自己嗰度講法，反方嗰度講法都可能係Apple 叫世界盃決賽周嘅理念嘅時候，咁就冇清楚喺理念上面解釋咗解我哋邊一個先係未來成個世界盃決賽周應該要走嘅方向，呢個係第一點。第二點就係威利論點所講啦嘅問題。係，你都係講話會放積咗之後就會收入多咗啦，然之後收入多咗之後就可以擺翻更多錢去俾唔同球隊發展，之後可以推動到國家嘅足球發展啦。但個欠缺嘅話係前場後場都有一樣嘅問題，就係點解放積咗之後就突然之間會多咗好多錢咯？你呢方面嘅論述唔夠多。主要我聽到有少少就係例如賽事會多咗啲，但我都係會第一時間就聽更多嘅論述，例如會係會唔係賽事多咗啲，所以就係、是。廣告商肯落多啲嚟廣告，又或者係以往有一啲弱啊唔用弱隊嘅時候咧，就係以往有一啲隊未必咁經常進級到世界盃決賽，就而家可以更經常進級到，然之後佢哋有機會有啲獨特嘅踢法嘅，有機會有啲獨特嘅球星嘅，所以更多係廣告商因為啲嘅球隊例如冰島啊，又或者日本喺啲球隊，所以會肯落多啲嚟廣告，所以整個國際足聯喺擴編之後個收入會多咗。我會期望聽更多呢啲嘅演繹咯。如果唔係話喺主面，以至到後場，亦都有感覺就係、是、你真係將兩個嘅情況，一個就係世界盃決賽週2026年擴編咗，然之後第二個數就係2026年擴編完之後收入多咗40億定唔知多幾多？呢兩個好夾硬咁拉咗個等號咯。但係我成場都冇聽到任何一個足協主席又好，或者任何一個講法都好，講嗰40億的而且確係因為擴增大咗。咁可以係因為2026年嘅時候，可能做咗好多嘅。我唔知啦，可能多咗好多人宣傳計劃，又或者係由美國搞唔上卡塔呢啲勢力國家搞，所以多咗好多嘅足球活動喺周邊喺個世界盃決賽周嘅附近舉辦，所以先會多咗40億嘅收入。依方面喺一度嘅論述唔夠，而反方都應該要質疑更多，究竟對面所講啲咩多咗40億又好啊，點解咁多咗70億都，係咪真係擴增大咗？因為正方係冇我冇去直接交代呢個嘅數字。第二個位就係、是。我都係同上場同一個諗法，就係我嘅政府建議就係需唔需要開到咁窄，就係講話點啲擴增完之後，國際足協就多咗收入，所以多咗收入之後，國家嘅發展就會好咗。其實你嘅收入嘅面向可以推得好多，例如我國際足協多咗收入可能一種嚟嘅，第二種可能係講緊，因為到最尾嘅方向都係想話可以幫到球隊嘅發展，幫到球員嘅發展啫嘛。咁啊，咩更多嘅方法可以咩考慮下？例如就係講一個弱隊本身佢有一個球星嘅。但問題因為佢哋冇得上世界盃個決賽周嘅舞台，所以佢哋有更少嘅曝光率，以致好多人球探冇辦法喺世界盃決賽周入面發掘到呢啲弱隊上面嘅一啲著名球星。咁如果佢哋有更多嘅曝光率喺世界盃決賽周嘅時候，會唔會更多係球探可以發掘到呢啲球星啦？
咁如果發覺得佢哋去到可以晉身到一啲比較著名嘅一啲足球隊嘅時候，會唔會有咁樣對佢哋嘅個人發展嚟講會更加好咧？又例如係會唔會更多嘅隊員本身即係踢到外圍賽，即係外圍賽就大家都知係冇乜人嘅，然之後咧可能英皇隊都好低，所以唔同嘅國家或者電視台唔肯轉播，然之後而家你突然之間入到世界盃決賽之後，就會多咗好多電視台肯轉播相關賽事，然之後更關注嗰個球隊嘅發展啦。呢啲話係更多面向俾你推導到最尾係入你個球隊或者球員嘅發展咯。我會期望聽得更加多，但可惜嘅就係你真係框死咗喺世界足協嗰度嗰四十億，咁就會有少少單薄啦。而且你呢啲例子咧，其實你唔係好喎，你哋後場有多啲，例如你見面話出冰島嘅例子，冰島都係一個好嘅例子，你可以見證。冰島當年第一次入到世界盃決賽周之後，係有99%人去睇第一場入到世界盃決賽周嘅賽事咯。咁呢個就係一個好嘅例子，去翻出點解入到世界盃決賽周之後，可以令到大眾更關注個國家嘅足球發展。又例如係可能厄瓜多爾呢啲例子都好，都係佢入到世界盃決賽周先多咗電視台肯轉播佢哋嘅決賽賽事咯。本身外圍賽冇人肯轉播，咁呢啲就可以見得更加多咯。然之後針對住六點二嘅問題係咩咧？個問題就係你成場好識地論性，總之你入到決賽周就會必然多咗人關注啦。但問題結論上面，我聽唔到任何數字上面嘅論證，究竟多咗幾多人關注？當時嘅你講克羅地亞入完世界盃決賽周啦，咁之後往後嘅年份有幾多人關注到當地嘅足球發展咧？呢個係問號嚟嘅。然之後呢啲部分，我覺得你哋可以其實係可以參考得更加多其他例子，例如我舉一個簡單例子就係日本啦。日本係一個好嘅例子俾你聽嘅就係、是、當時都係1998年抗爭咗之後，日本先能夠第一度打世界盃決賽周，然之後打完之後係日本唔同嘅人都開始覺得，因為日本嘅足球熱咧，作為一個亞洲國家啦，唔夠一啲歐洲國家嘅，大家可以入到世界盃決賽周嘅足球城市，然之後唔同國民開始對於日本嘅足球嘅發展開始重燃咗希望，然之後開始嗰個足好似日本嘅青訓嘅一啲足球員咧，投身數量係升咗嘅，就係因為當年入到世界盃決賽周。咁呢啲話我會想聽得更加多，如果唔係嘅話就會太口紅色啦成場。然之後針對住反方嘅問題咩咧？反方問題一樣，就係對於世界盃嘅定位係點咧？究竟決賽周就係我啱啱嚟區分，喺外圍賽同決賽周會有分別先。外圍賽可能做緊正方所講嘅就係我哋包容更多唔同嘅隊，俾佢哋有機會上到舞台。但世界盃決賽周係一個更高層次嘅舞台，佢唔應該做緊外賽嘅。既然喺正方眼中，你應該要拋回翻俾正方就係、是，咁講喺正方眼中，世界盃決賽周就係要包容更多嘅隊隊，世界盃外圍賽就係要包容更多嘅隊隊。咁世界盃外圍賽同世界盃決賽周有啲咩分別啫？你話喺對面眼中覺得其實應該全部算啦，全部叫曬一個杯賽叫世界盃就算啦，唔需要翻外圍賽決賽周，呢個係咪真係世界盃嘅定位，或者未來想發展嘅方向咧？呢個係第一點，我覺得要了解嘅基礎。第二點就係我覺得你哋有啲論證咧太過直線邏輯啦，就係、是、你主辯會鋪出嚟嘅就係、是，我先講咗你哋論點一，你哋論點一就係講話堅持咧本身一個球員嘅才能已經好猛啦。你哋用嘅例子係啲咩？到2022年嘅世界盃咧，完咗一個星期之後就即刻踢第二個嘅唔知咩比賽啦。但係呢個位。2022年係一個特別嘅情況，就係2022年嘅世界盃係遲咗好多舉辦，係平時暑假嗰時候夏天嘅時候舉辦，係11月嘅時候先舉辦咯。咁佢特登遲咗咁耐，咁你講一啲特別情況，所以令到同後面嘅一啲聯賽或者足球杯賽會更接近。但係攞翻翻正常嘅案例啦，係咪真係會出現呢個情況咧？呢個係需要論證更加多嘅。然之後第二個位就係、是、我有更多嘅質疑，一嚟正方會質疑你，就係多一場比賽，你受傷機會會多咗幾多啦？個案有抗爭過行為，即係有增加受傷機會率啦。第二樣嘢我會質疑其他多嘅就係，正方都應該要更多嘅質疑嘅就係、是，你質疑是唔係國家都係支持嘅抗爭過世界盃嘅足球隊數目嘅咯。咁若然喺反方眼中係會增加個受傷機會嘅話，咁呢一啲嘅球隊係公然地支持一個令到自己球員受傷嘅方案咩？唔會咯。咁所以就係係咪真係咁大機會嘅令到佢哋受傷咧？然之後更甚嘅就係、是，呢、這個係俾正方嘅，我喺度後場咧。正一嘅時候，你哋講話唔係佢哋平均嘅備戰時間或者作戰時間其實都係長咗嘅，所以係唔會係增加受傷機會。我一盤 OK， 但到二盤神個後場咧，繼續呢啲嘅諗法就真係實在太亂啦。更多嘅攻擊面向，例如我啱啱所講唔
國家都支持咁，係咪啲國家公民隊球員受傷啦？又或者係又可以做到我哋點㗎？就係、是、今日對面咧就為咗多一場比賽，所以就直情唔擴增世界盃決賽周圍球隊數。係啊，你唔擴增周圍球隊係點解咧？就係、是、更多嘅弱隊，例如係可能德國、克羅地亞，可能係2022年嘅摩洛哥、皇后都唔能夠入到世界盃決賽周，佢哋可能未來係點咧？係啊，好多有些時間開始踢少七至八場比賽，然之後嗰七至八場比賽咪就係喺自己屋企裏面瞓覺。休息咯，咁呢個係咪嗰啲球員又想變得咁意思？咁呢啲話我覺得你哋要做多啲嘢嘅，然之後針對住反方第二個論點嘅問題咧，你哋拋咗個講法就係講世界足協話最高強度嘅賽事咧就係32隊，但背後係冇任何解釋點解係32隊嘅。咁呢個位我係想聽得更加多，點解係32隊咧？而家足球發展係咪淨得32隊符合呢個標準啦？你話係點解原因啦？然後你後面再加咗一句，就係講歐國杯咧都係32隊嘅啫。而家我先不論歐國杯而家係咪32隊啦。第一個我覺得係正方你哋都要打更多嘅教功喺度。對面講歐國杯而家係32隊，但歐國杯作為一個區域性嘅賽事，佢都可以容納到32隊嘅時候，點解世界盃作為一個更高嘅國際性賽事，又唔可以容納更多嘅隊伍喺一個更高強度嘅賽事底下？先不論歐國杯本身係咪32隊，呢樣嘢我覺得係需要值得質疑嘅嘢。佢區分歐國杯都做得32隊啦，咁點解世界盃更高、更國際性嘅賽事規模更大，唔應該可以容納更加多咧？因為第一點嘅質疑，第二點咧就係針對住咧，反方對於一個嘅可觀性咧，其實全球兩個講法嘅。主辯拋出嚟講法咧，最多就係話係密集式嘅賽事，之後就會觀眾會好疲累啦，會睇到。後場講法就係有啲人就需要質素差。我覺得第一件事就係你需要同你哋嘅講法啲咩？因為第一個講法主辯出現。之後咧，後場係冇再聽過呢個講法嘅。後場嘅講法就係會有多弱隊，然之後啲弱隊就係質素差，所以就觀賞性差。咁我覺得你哋如果你哋後場都主攻呢個講法，我覺得你全面上面就應該要講事實少少。第二樣嘢就係密集式嘅賽事會有觀眾疲勞呢樣嘢。個問題就係正方我喺呢個位係一個好大嘅把握咯。咁而家世界盃決賽周32隊都密集式㗎，咁觀眾又會因而好疲勞先。甚至就係如果擴增到48隊，有更多觀眾想睇到嘅隊伍，例如摩洛哥呢啲黑馬嘅隊伍，例如日本呢啲黑馬嘅隊伍，可以進身到嘅時候，會唔會反而會使人更加想睇咧？咁呢啲我覺得你需要把握得更加多嘅。而之後個後場嘅交鋒位咧，我俾嘅建議對於正方嚟講咧，針對住質素個受傷風險嗰個膨脹啊嘛，點樣可以多層次啲嘅交鋒？針對住質素嗰個位咧，你全場都係得翻一個講法啫，你全場都只有一個講法就係點一個例子。而家2022年世界盃最佳係日本對德國，而唔係阿根廷對法國，所以咧呢啲弱隊都好多人睇嘅啫。你出呢個例子唔係有問題，但我會想聽多啲背後嘅原因係啲乜嘢咯？即係背後原因，我會第一時間有多啲嘅質疑，就係32隊唔會有質素參差嘅隊伍嘅咩？唔會有質素參差嘅比賽嘅咩？都會有啲俾人大炒嘅情況嘅，巴西都俾人大炒過好多次咯。咁喺佢眼中，反方眼中係咪32隊又係？做錯，然之後不斷咁收窄到得翻4隊，得翻2隊最強嘅隊伍對決，咁樣先係最好咯。第二個好多啲嘅質疑就係，就算我都係真係讓俾情況啦，我當真係世界盃決賽周，真係入咗一啲整體水平比較差，或者唔及一啲阿根廷啲傳統勁隊嘅隊伍都好，咁呢啲弱隊就冇佢自己值得可觀嘅地方咁樣。即係可能日本都有佢可觀嘅地方，可能就係日本有自己嘅足球獨對嘅足球踢法。又或者係當初克羅地亞點解有好多地方係有自己一啲獨特嘅球星？咁呢啲都係啲可觀嘅地方㗎。咁點解呢啲可觀地方反方又唔係咧？呢啲我覺得你哋值得質疑更多。然之後啱啱又講到嘅就係、是，其實你哋正方應該係有好多數係好熟嘅，包括係當初98年擴增之後，因為歐國杯一年擴增之後，整體嘅觀眾率都係增加咗嘅喎。咁其實呢啲數你應該要把握得更加多啦。但呢一場就冇聽，即係冇聽過，咁呢個係有少少失實。即係到最尾就是、我哋個 picture 拉得唔夠遠咯。對面話有啲弱隊就會質素差啦，所以就會觀賞性低咯。我認短期上面呢啲弱隊真係值得我哋弱隊，但長遠而言，佢同得更多嘅強隊對決嘅時候，佢會唔會學到強隊更多嘅技能，然之後變成今日你所講嘅強隊，然之後長而地拉高佢哋嘅足球水平先？日本就係一個好嘅例子，就係、是、當初唔被看好，然之後第一次入世界盃決賽，就同阿根廷踢完之後，佢個領隊同大家講話係學到阿根廷嘅一啲中場戰略啊，或者學到一啲嘅
同位嘅一啲防守戰略，所以長遠而言，先可以拉嗰個長，所以大家而家先唔會覺得日本真係好似以前咁渣咯。然之後大家都會肯去睇日本嘅賽事咯。咁呢啲話咧就可以拉得更加長遠去睇，會唔會可以幫你呢啲弱隊去變成一個強隊，長遠嚟去拉高呢個嘅可控性？然之後就反方咧，後場嘅交鋒嘅問題係咩咧？我覺得你哋質疑正方嘅一啲例子，即係唔夠多。例如當初克羅地亞入到世界盃決賽周，係咪真係因為抗爭嘅問題咧？其實未必咯，因為以我嘅理解啦，當初克羅地亞點解無啦啦入到世界盃決賽周98年，係因為咁啱喺嗰一年抗爭嘅數目，而係當年克羅地亞獨立咗，然之後有自己嘅球隊，所以先可以以一個球隊資格去世界盃決賽周抗爭冇任何關係咯。又例如對面有同人講話，伊夫有同人講話。克羅地亞咧喺2018年嘅時候攞完亞軍之後攞咗亞軍嗰個獎金，咁就可以推動足球發展啦。咁係啦，咁咪就係攞咗個世界盃亞軍嘅獎金可以推動足球發展咯。咁係咪抗爭冇關係咯？你有冇抗爭呢筆獎金都存在噶嘛？而甚至對面就係不斷咁提講話，唔係抗爭之後筆獎金可以增加，但係佢冇到正講，係咪真係因為抗爭先增加獎金？你話係因為一個城市大家越嚟越注重，所以世界足協先肯加獎金啦？呢啲話我一定需要質疑更加多嘅，如果唔係嘅話，就太容易俾對面啲例子過啦。係啦，我嘅主要係咁樣，唔該，聽到就咁。好，咁下一位接住落嚟，我哋有請麥瑞女士院嘅莊先生律師。係，好。好啦，我諗長話短説啦，咁啊主要講翻兩邊嗰個主事問題。咁正方咧，其實一開始個開辯嘅時候，我覺得係容易一生嘅。俾我感覺到就係嗰個功課係做得好好。點解咧？因為其實我哋都會知嘅，做緊呢條辯題嘅時候，正方係一定打前嘅。咁但係佢可以好深入淺出咁樣從球員，即係好多角度啦，從球員嘅補償金啊，從嗰啲入圍獎金啊，從嗰成員個嗰個咁樣嘅即係參與度咯。其實俾我感覺到，如果佢比上一場。咁同我心唔似出定，我都覺得其實你哋隊裏面嘅人咧，應該都有啲係即係好了解成個制度嘅人啦。咁我喺個專業度上面咧，我喺呢度係個評分幾高幾幾高嘅。咁同埋咧，如果可以做好即係講下嗰啲本土嗰啲叫做廣告嘅收入啦，呢樣嘢就一定係要靠國際足協噶嘛。咁可能係其他國家都變得收入，咁嗰樣嘢就會更加好咯。咁呢個係印象深刻。咁因為你哋都知道，其實我哋都知道傾嘅時候咧，淨係講經濟咧，其實唔可以打曬成場嘅。你哋開能量基金嘅時候係開咗經濟同埋足球發展。咁你哋足球發展喺嗰個主面稿度，因為呢個係個深坑嚟嘅，我自己會認為，因為你去到講足球發展一定要，你哋個機會成本啦，我覺得呢個問題，即係你要講多好多唔同嘅層面方面先可以講得出嗰個足球發展。所以我覺得你哋喺準備有限嘅時間之中，你避重就輕，講少啲，或者睇下人哋講咗啲乜嘢，你先再講咧。咁我覺得係情有可原嘅。咁但係可能去到即係因為你要明白嘅就係你講錢咧，其實反方可以好容易同你拉成分勢嘅。一方面講貪污，另一方面講錢唔代表足球質素嘅提升，係咪？你多啲球場，咁我哋好多可能阿拉伯嘅國，阿拉伯嘅國家都好有錢㗎，好多即係我哋好熟悉嘅地方都好有錢㗎，但係佢足球仲係一蹶不振嘅咧，係咪啊？咁呢方面我覺得好容易反方同你會拉成嗰個分勢嘅。啊，咁今場冇啦，即係反方冇質疑呢兩，即係冇乜。大咁質疑嗰啲啦，表淨係同你講，你錢誒即係有為咗個足球精神咁，就放過咗你哋。但其實好老實講就未必係一個可以打曬全場嘅一個即係好有力嘅位置咯。咁所以去到第二點去講嘅就係嗰個足球發展，你點樣即係從一啲可能係新參加嘅國家，佢哋都能夠有個足球發展咧。咁我自己覺得就呢度咧，其實你哋係有賴過嘅，例如克羅地亞呢個例子。咁克羅地亞第一樣嘢，你哋好有力嘅講到嘅就係40嗰陣時抗軍，咁呢個係令到佢哋有一個即係位置啦，咁從而近兩屆世界盃嘅四強都有佢啦。咁但係其實你哋從一個球，即係當咗一個國家同球隊去睇，其實點解會國家同球隊有咩唔同咧？就係、是、
國家係做清泛嘅，係咪？係做一個全城嘅，雖然有好多規範球員啦，咁但係其實係做呢點噶嘛。當年卡羅地亞係有一個神射手叫做蘇加，係咯，金標牌嘅上啦，係啦，咁就當年係一個造星，就覺得佢蘇加都入咗好多波，好多細路當咗佢係球星喎，係咪啊？可能同巴西人、阿根廷佢哋嗰個崛起嗰個軌跡有啲似，就先有球星，然後有一個球員嚟改變。因為而家面對國際足協一個難題乜嘢咧？係好多球員佢因為佢冇得即係轉會㗎嘛，咁但係有時有啲規化嘅問題，咁所以冇招個問題就係有啲球星佢可能想做國籍，佢揀入法國嘅，成隊法國都係難，都係黑人嚟嘅，係咪啊？咁所以到呢個位就係、是，如果多咗呢十幾隊嘅時候，會唔會少咗呢個問題？會多咗球星會代替自己嘅非洲國家去出戰咧嚇，多咗文尼呢啲咁嘅球隊，今年冇名啦，多咗文尼呢啲球星咧，多咗接住落嚟古斯咧，多咗華倫西亞咧呢啲係咪啊？其實呢度要講多啲球星方面對於嗰個足球嗰個發展嗰、那個模仿嗰個程度，我哪怕你哋可能真係未必真係咁熟悉，但係起碼要有一個準備喺度咯。唔係講完卡洛地亞呢個名就算咯，呢、這個我覺得係緊要嘅。但係我都明白嘅，係個機會成本嘅，係咪？你覺得要反方回國嘅，你講錢可以關曬場上，但係如果反方同你拉扯關係嘅時候，呢、這個就係你哋要準備嘅地方啦。OK， 咁啊講個收視率嗰個例子，其實我覺得收視率咧應該係反方要落多啲嘅。OK， 嗱，因為佢收視率有兩大漏洞嘅，第一個漏洞係乜嘢咧？係日本對德國啊嘛。咁我如果係反方，我講一句德國啊嘛。點解你睇唔睇日本咧？我睇德國唔得嘅。第二樣嘢，喂，央視我哋出個收視率係亞洲國家係咪？睇翻亞洲國家都梗係高收視㗎，係咪先？即係好老實講，如果你係呢個兩隊非洲國家，肯定非洲嗰個收視率會高啲嘅喎。咁所以呢個例子嗰個可即係嗰個可比性有幾多咧？係咪？呢個我都覺得可以諗一諗嘅。OK 嚇，咁所以如果總體嚟講咧，就係我覺得正方咧係今次喺錢嗰方面咧計得好好嘅。咁但係我自己俾分嘅時候，就覺得去到後場嘅時候，錢係不能夠立足得太遠啦，可以啊，呢個係你哋可能準備比賽時都會預示到嘅。咁呢個留意多翻少少咯。咁至於反方方面咧，其實我聽好大程度上喺個健康嗰個問題嗰度。咁你要問一樣嘢就健康呢樣嘢點樣去證咧？點樣去量化咧？咁呢樣嘢係比較困難啲㗎啦，因為我覺得有兩方面嘅。第一方面嘅就係你哋正方用數字答你嘅，多咗一場啫嘛，係咪？仲要個場咧係入到32場先至有冇啫喎，係咪？呢個係第一樣啦。第二樣嘢好容易就係去到後場嘅時候咧，你會講到一個不清醒嘅位置就係點咧？就係、是、球員不如休息嗰個艇啦，係咪？如果好老實講問你一句，香港嘅球員問佢踢世界盃定休息，肯定揀踢世界盃嘅喎。大部分球員都係咁樣諗嘅喎。所以去到後期嘅時候，健康呢樣嘢係咪咁容易？第一係咪咁容易諗清咧？第二樣嘢就係站在一個球員嘅立場，你咁為球員去著想嘅時候，係唔係咁容易可以講到係好咧？係嘛？再加上頭先你所講啦，就係、是、個賽期嗰個問題咧。今年卡塔爾係因為即係嗰個搞嘅時間係唔同啦，咁所以你哋用多數據亦都未必能夠咁樣説服嘅。咁但係我反觀有啲乜嘢，你哋可以鞏固呢、這個即係健康呢個問題咧？我覺得有一點你哋可以留意一下嘅就係、是。其實有我講咗唔記得正方定反方啦，就係講緊咧，其實而家因為場比賽係有個14場變咗104場，係多咗40場比賽嘅。咁我頭先都真係好驚嗰陣時記憶都唔好啦，因為我都睇過嗰段世界盃，但係真係驚記憶到就係，其實合辦嘅國家咧，其實好似日韓合辦完之後咧，好似冇乜國家合辦，因為之前有啦，呢啲40幾年嘅我講。咁但係如果轉咗48場之後咧，其實係2026年會合辦有3個國家，咁頭先你聽過有好似好多個城市咁樣啦，然後去到再下一屆30年咧係4個國家，咁講緊嘅係越嚟越多，因為啲12組嘅分組賽事都好短時間完成嘅時候，其實合辦嘅時候你就要還翻幾個國家好多個城市去參加，咁從個疲勞程度就會多咗啦。嗱，因為你就咁樣去累積。如果唔係咧，你純粹去講嘅就係話心理壓力，我踢多場喎，好似我哋打辯論比賽咁，哇32場變咗16、84場，多咗1倍喎，係唔得喎咁樣，咁好難講到成場㗎。
咁呢方面我覺得需要留意嘅。第二樣嘢留意嘅，我自己咁認為啦，即係我見到教功課，咁我覺得通常情況都係一個幾強嘅，我但係一定要做功課嘅呢方面。OK 啊，你就算唔做功課，都你俾少少數字我，多咗嘅係邊幾個人？嗱，我比較實況嘅係反方咧，其實講緊觀賞，即係嗰個水平比較低啦嚇。咁但係我係一個國家嘅名，我都唔係好聽過，好深刻嘅。係啊，即係例如講緊上一場比賽嘅項目會多少少嘅，例如剛果啊，例如講緊伊拉克啊，例如可能講緊一啲即係阿拉伯嘅國家，可能都會有機會嘅嚇、啊。可能卡塔爾可以真係踢多一屆嘅，係咪啊嚇？咁你會諗一樣嘢嘅就係呢啲比賽佢哋嗰個國際之間嗰個收視率係幾多，係咪啊？即係總會呢個咁啦。咁呢個收視率對於世界觀呢個咁樣嘅文化。因為你哋有個著數就係而家嘅世界盃多咗競爭嘅即係大家多咗波睇噶嘛，係咪啊？其實世界盃俾人覺得嘅就係而家近呢十幾年都係亞洲嘅波啦，球星佢夾嘅時間不足嗱，一路講咯喎，球星夾嘅時間不足，你覺得好㗎？其實頭先講緊即係夾嘅時間會少咗，係咪少咗幾多？我要聽到個數字啦，又講夾嘅時間已經不足啦，你強嘅隊 ，OK， 你強嘅隊。夾嘅時候不足啊，個個可能德國好多球星係咪啊？但係個問題佢哋都唔識對方啲踢法，喺唔同國家嗰個聯賽度踢波嘅，咁強隊發揮唔到佢嘅實力。好啦，而第二樣嘢咧就係講緊弱隊方面啦，係咪弱隊個收視率又低喎？係咪啊？咁啊令到可能大家對佢關注度係咪想象中咁高咧？係咪啊？咁或者佢對於一啲強隊真係俾人炒，可能10-0嘅時候，係唔係咁容易有啲發掘到入有方我所講嗰啲球星咧？係啊，幾耐先有呢？咁我覺得呢方面你要計少少數或者係俾少少即係隊伍嘅一啲名扯我啦，佢哋世界排名係幾多啦，然後再可能用翻一啲細即係而家世界盃呢個文化嘅一個發展趨向嚟講，你係向緊個反方向去行。世界盃越嚟越冇代表性，越嚟越俾人覺得係球員踢得唔認真，夾嘅時間少，但係而家個世界嘅趨勢就係呢個方向。咁你咁樣去推論嘅時候，你個觀賞性啊嗰邊就會即係更加神聖少少啦。OK 啊，咁我今日就呢邊俾到呢度，多謝各位。現在由我宣布賽果，首先係最佳辯論員獎項。今日嘅最佳辯論員係正方一副梁欣欣同學。至於今日嘅賽果，正方得票3，反方得票0。換句話說，今日勝出的是正方德蘭同學。多謝曬，今場比賽到此結束，多謝大家。至於分時咧，雙方代表應該已經拍照記錄，或者可以事後再去計分心拍照記錄。後亦都會喺兩個工作天之後咧上載到雲端，供參賽校下載。亦都請尾場的同學咧就協助就。